首先想代表 Clarence 的家人，特別是芳芳姐，很衷心地多謝 Clarence 的所有的好朋友、學生和他一些同事今天出席我們今天的追思會。希望借住今晚呢一個齊聚一堂嘅呢一個嘅日子，一齊嚟到紀念我哋呢一位咁尊敬同埋愛戴嘅丈夫、爸爸、公公，亦都係兄弟，亦都係老師，亦都係同事同埋好朋友。你唔阻住我影相啊！我把你的照片放上去，要高一点才，你们阻止我隐身啊！哎，你抱着我，等等先，你醒醒，得不得啊？哈哈哈哈哈！我哥，我哥，哦哦，哇，自动开的。这个呢不是一个很沉重的追思会，而是一个庆贺他一生的聚会。我们庆贺他活得坦荡，庆贺他温暖了很多人的岁月。谢谢